给我画两幅画吧。好。又来了，生怕别人会忘记似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没有不许你那个意思。不是。我知道不是你，我都让你小心一点了。把这个喝了，一会儿你就能动了。发冠都歪了，头发倒是比以前养得好多了。如今是谁服侍你洗头啊？是敬业还是兰香？都不是。你还有别的病人？我自己，我会习惯别人。以后我帮你洗头吧。抖音。